等会你会知道。是不是应该去问你刚刚我们的新歌全校通报设计你们心目中的新歌封面啊？杨浩翔是粉，我是粉，我也是粉，我跟你一组。我是陈念，我是黄，那我是黄光，啊，不然也是黄。正的照片就行，蓝天白云，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放风筝，象征着我们向往的自由，向往着美好的未来。对，向往着美好的未来，憧憬着以后的日子。我想的是一种简笔画的，我就是儿童的简笔画。我也想，对，弄个小人儿，我要画个小人。对，那种儿童简笔画就可以画的童真一点。对，画童真一点。就画的再有个性一些。我的方向是大概就是个性，对，简笔画，然后那种蜡笔画的那种。你自己想吗？我们就用一个同音就行，挖挖挖挖挖挖那个坑，就坑坑洼洼的挖。嗯，就小小时候。三点水。口字旁的啊，就三点水。三点水，水可以画一下。啊，就是画个水潭，画个脚印，画个挖。对对。不能改哦。你想好了吗？这下笔，这什么？我在那里笑着。我画画人画太丑了，我主要是，让我把这个人物全部刻画出来，可能就很明显，就可能会很好看。你们想要多一支画笔吗？要要。挑一句带六个字的歌词倒着念出来。这次终于轮到倒轮于庄这次这有难度还记得。我再给你画个太阳。这太阳公公在笑呢。太棒了。我看看再来一次。找出一句含有 T 或者 N 拼音的字的歌词。T 或相通通，算吧。全校通告，然后这次终于轮到让我来向你自我介绍。让我来向你自我介绍。拿个绿色的，我画草地，就这样。这是草地。首先你要这样想，这幅画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值儿童青少年，表达我们的童真。太阳，对，挡风照，蓝天，对我笑，炸弹。为什么要拿炸弹？因为我们是 TNT 标志性的东西，这我不能丢。拿错了，没事，你在基础上填吧。是，对，你真要画一朵花，真好看。说出三个歌词里面含有的人物。爸爸，父母。
朋友妈妈，再选一支笔，选黑色的吗？选吧，黑色是最万能的颜色，咱们就可以在这儿画个炸弹。这是啥？你看到他们也画了一个炸弹，那像苹果，我以为是苹果上长了根毛，自己的像柠檬，因为下面是抽出来。阿舒罗哥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青少年内心其实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然后但是外界就是父母还是觉得他是小孩子，像是对父母说的心声一样。我觉得这首歌，就说咱们这么画就那个。咱还得画一点个性点的东西，对吧？对对，咱们在上面再添加一些，我觉得他前面画的童真元素是很 OK 的，添加一些更个性一点的东西。不是，他之前就选的这颜色啊，怎么了？你看是这一支笔，还另外一支笔，一二三，这三支笔吗？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吧，第23个字是谁唱的？啊，让我想想，全校通告。这次终于不没有这次，这次终于来。为什么？是亚轩，亚轩，对亚轩。红色在我看来是很有个性的一个颜色，我也喜欢红色。你们想要红色画什么？红色画一个吉他。真的吗？我觉得 OK 啊。你来画吧，我画不来。我也画不来吉他。你这样让我想到了什么，你知道吗？乒乓球拍，你知道吗？再画个洞，我帮你稍作改良。真的好奇怪，这里再织六个点儿。画黑板，不用画黑板，我觉得哦，黑板太难画。做跟梦有关的东西，麦克风可以。我没有学坏，我用担心我，别用怪解读我的对心，我的对手现在是我。我的对手现在是我。我们再打视频吗？不行，时间到。你们再提个问吗？时间到。青春一活灰呀，看着。哎呀。哎，您是从这儿拿呀？拿呀。哦，哎呦呦，那我肯定要拿红色，因为我喜欢红色。拿灰色吧，青春洋溢。拿个风筝，一个人好端端一个人拿着风筝活活洋溢，结果没想到谁知道他手里拿了个炸弹，他以为是苹果，结果是炸弹。先给他画一个问号。黑人问号，等一下是三个问号。对，这是什么意思啊？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我单挑我，他单挑他，这是我二打一的样子。我的对手现在是我。哦，我其实就想写个 W O W， 写一个 W O W。行了，哇。你是画了几颗葡萄吗？哦，哦，好，我黄色。提问，答对了可以加一支笔。娃娃的娃字一共有几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啊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啊。对，再选一选。黄色，对的。选个这样。随便用，对，就当我们请你的。这是。听我说吧，那他心脏画哪儿呢？给他画一个心脏，给他画成火。不是没梦想，在心里，在心里。是吧？对。这像火吗？这画。随机提问。本首歌中出现的娃娃这个词的次数是奇数还是偶数？偶数。对，再选一支笔。还用选吗？我这个问题问的就画一个泥潭在他脚下。泥潭肯定要用，肯定要用棕色，还要加一点点混合色是吧？你还想
绿色草。泥潭怎么画得出它是一个泥潭呢？哦，泥潭，这样算吗？好厉害！给它画一个角，可以。哦，我来画个树。哦，这里面是水，然后要踩泥潭，要蘸几滴水出去。来了啊，来了啊，来，随便画嘛。哎，你也是这样画的，哦，原来都是这样画。不要再画一个，画一个坚定的微笑。小孩的模样就是随意一点，我觉得开心最重要。因为小朋友其实画画也没有那么好。对，我想也是这种。其实我们是想掩盖自身。你的画风不好。这谁画的呀？我。我的对手现在是我。我的你见懂。谁能看懂这个？是。别人画的。我没有学坏，不用担心。那这个是什么东西？这肯定是火啊！你做的是我。火啊，火。你咱不是说的是辛苦辛苦，这个是用泥潭做的蹦床啊，我就这个人踩进去发现自己突然会运转火了，我想不起来没有，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就在上面做 wave 这是大师作品啊，加上这个我天，看这两个小人虽然他们小，但是他们有势均力敌的力量，就自己的对手是自己才能不断的进，非常有艺术感，就画的像个草莓，就那种红红火火，又像草莓，但是它两个水果的 VC 都很高，所以不超容易得坏血病。觉得这首歌它就是那种比较有意思嘛，然后加上中间还有 rap 啊什么的都是就是两位自己写的，就是会包含进我们的想法进去，所以就感觉更像是自己的作品，就是更有自己的故事的问题。就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这首歌，然后支持我们吧。Woo! Woo! Woo!